做帮手。我细个谂过啊。仔啊，妈会做翻经理人。黎明啊，古巨基都有啊。美凤姐，原来你就是余美凤啊。方晴，你真的可以做歌星啦。唱歌要搵到钱噶，生活紧要啲。我觉得咧，能力是用成绩去证明，而不是用年纪去证明。子谦，方晴，大家晒。Hello， 我做茶餐厅，睇得出。乜佢真系咁吸引咧？佢吸引嘅地方系因为佢放弃佢自己嘅梦想啊！我讲咗啦，总之我哋生活一切如常，你都要学下点样照顾自己，你出年到英国读书啦。你话好彩啊？你话乜都有？我唔想我妈咁叻啊！我冇得拣噶，你冇得拣，所以我冇得拣啊！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被重视的一个。为什么做人成日都要揀呢？因为要揀，所以才会知道得来不易，才会珍惜咯。